3d, 7 minus bracket 3s minus 2 bracket less than 2s. First, find out the variable. The variable is 未知数是 字母 s. 所以 s 放左边, 右边是号码, 中间是大于或者是小于, okay? 肯定了, 我们就把题目抄一抄。 7-3s 减掉2，括弧小括2s。 这个时候呢，先把括弧拿掉，怎么把括弧拿掉？不能够直接丢掉哦。它前面是减，所以减要乘以正，负乘正得到负3s照写。再来，负要乘以另外一个负乘负的正，其他的通通照写7，2s。 我们没有搬来搬去，没有乘除，对吧？符号还是一样。下一步，位置数放左边，把全部位置数搬来放左边，正2s 搬过来变成负2s， 号码通通放右边，加2变成减2，加7变成减7，符号还是一样是小过，我们没有乘跟除，对吧？ 所以负3s 减掉负 s 等于多少呢？当我有两个一样的字母 s 照写负3负2，按 calculator 负3减2，得到负5，所以把负5写下来。右边呢，负2减7等于负9，也把负9写下来。 符号还是一样哦，小于。这个时候我有负 5s 小于负9，就一步把负5和 s 分开。负5跟 s 什么关系呢？负5跟 s 它是乘，乘搬过去变成除，除什么号码？除整个号码，负5通通搬去，负9照写。s 在左边的，把位置数放在左边。关键来了，请问要换方向吗？除负，除负 ，yes， 小过换成大过。所以最后一步，负9除以负5，按错了，是负9除以负5。答案是9/5，9/5。 So you write down your answer. 9/5， 大过照写 ，s 照写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答案。其中的步骤不能够省略哦，它必须要一步一步的把它写出来。3分，如果你可以把括弧丢掉1分，如果你可以把未知数跟号码都分开来1分，然后你再成功的把方向换了，再除以负5。 一分答案是3分。再来，我们看 3d，e 5-2y 整个除以3，小过等于9。一样的，先把未知数找出来，未知数是 y， 所以我答案是要 y 放左边，号码放右边。好。 我先看一下，右边有号码了，先把9写下来。左边有太多个号码，有5，有负2，有3，我要先搬哪一个呢？先用念的，5-2y 整个除以3，所以哪一个离 y 最远？除以3最远，所以除3先搬过去，除3搬过去变成乘3。 还没有搬的左边的照写哦，5-2y， 方向有换吗？乘与没有乘与负，方向还是一样。9×3按 calculator， 9×3等于27，所以这里等于27。符号照写，5-22y 照写。下一个5和2哪个比较靠近 y 呢？
2比较靠近 y， 正5比较远，所以先把八把正五搬走，正五搬走呢，正五变成负五，27一样，剩下减二 y， 减五，减五要换方向吗？不用，还是小过。27减5等于多少呢？27减5等于22，把22写下来。好，现在我要搬这个号码了，就是负2。请问负2和 y 什么关系？还有个隐形的乘，乘搬过去变成除，除以负2，左边剩下什么呢？剩下 y， 除负，除负是要换方向的，小过等于换成大过等于22除负2等于负11，所以我答案等于负11，所以负11写下来，大过等于写下来 ，y 等于写下来，所以我答案对不对呢？是的 ，y 大过等于一个号码，所以我的三分在哪里呢？第一分可以不可以把乘三搬过来？第二分可以不可以把减五搬过来？第三分方向换再除以减二，成功除完，答案就是三分了，清楚吗？